然后我们在这边哦，走走走哦，才看到一个这样的东西 ，so surprise， 厉害！看很多人没有看过 PPT 是不是？啊，你要懒惰翻来去一下 video 对不对？不要紧。这里要怎样做后空哎？来，今天要拍摄吉尼斯纪录，双截棍 butterfly， 行走最远的男人加换手，三二一，开始。Hello everyone, welcome to my vlog. 今天是3月31号，然后明天4月1号大马跟新加坡就开放了，应该就可以回去了。所以趁还没有回去就来走一走。上一次我们去到那个 Bukit Timah Nature Park 里面的那个吊桥没有开，因为星期一是休息的。So, 今天是星期四，一早起来7点多起来，然后去吃个早餐，摸摸一下两个男人。现在9点了，摸了两粒钟。然后我们两个要化妆 make up 一下。对呀，不好就给你弄，弄，哎，说，你也不知道怎么走上来。有不好的话，你反正你不管了啊。好了，所以现在我们就去看一看那个吊桥，因为疫情期间它也关了好一阵子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往吊桥的方向走吧 ，Let's go。哎，转头咧，扭到金像的男人。森林的味道，呼吸大自然的味道。哪里？他老放屁的味道。哦耶！哎每次经过这边都会经看到这个有铁门的山洞，然后这边还在滴热水，然后有铁门锁着。我下次要来要开门要叫钱要过来。哎，里面。好吧，轻轻离开，然后我们在这边哦，走走走哦，还看到一个这样的东西，你应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因为太远了看不到。好，不要紧，我带你们下去看 ，Let's go。在这个森林里面还有一个墓碑，拜拜一下，有怪莫怪。哦，清明节差不多要到了，我很 surprise 这边竟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墓碑， so surprise， 之前来走都没有注意到。好，要上去了，有人了。哎，哇哦，又是一个发现，真是。没有想到，意想不到，我们就继续走。这就是所谓的瀑布，我上去呢。
刚才休息了过后，现在出来这边走马路，然后进到第二个森林，就慢慢走呗。来看 CBD。CBD 哦，又要介绍 CBD 了。哦，看很多人没有看过 CBD 是不是？啊，你有懒惰翻回去以前 video 对不对？不要紧，我先给你们看一下新加坡最神奇的植物 CBD。看这个叶子没有什么特别，可是当你慢慢的把它打开，白霞不可以喂你啊，还两只我都没注意到。我猜你没有太靠近哦，撞到啊。我们现在进来第二个森林了，应该这边就很靠近那个吊桥的方向了，转一个弯就到啊。每次走森林的都是这句话不了，一个弯就到了，一个弯就到了。给他点，我看算算一下有几个弯啊。一个弯了，到下一个弯。对，换那个走梯，从上面抬下来不好。我们终于到了路牌，我们要去这个地方 Tree Top Walk， 然后这是吊桥，在这边里面。Let's go。我长不懂。耶。Hello， 这边就有很多人来拍照打卡，因为这里。这里要想做后空哎，不行，你的整个身体缩住了，哇哦！你的脚一开在一边，你准备劈下去，直接劈椅子嘛。我们来到吊桥的中间了，这里是蛮高的。我们要访问一下哦，反正这种怕高的人什么心情？不要挡住他走路，他挡住了。来，有什么想法吗？有点紧张。有点害怕，你看手抓很紧。我看一下，请你拍照。滚！我的！我起风流，起风流！哦，起风流，桥在摇。我好怕。吉利胆肝胆不会动嘞。哦，这边还有。好。出来了。我们刚从吊桥走出来，我看到一棵被雷劈的树，很够力下，很大棵这个树。不要做多讲多坏事啊，给雷劈啊，看到有下场啊，看到吗？他被劈了，他这样残花木。好了，现在就从这个 Tree Top Walk 这个吊桥这边走出来了，我感觉有点天阴阴这样。讨论一下刚刚我在吊桥上面做后空的一个心理建设，太恐怖了，有可能是一个心理作用，因为左右边都很狭窄。再来，当我转的时候，我并不敢跳太高，因为人已经在很高的地方了。又然后，我的眼睛也不敢跟太多的景象做太多的眼神接触，我怕看太多会更害怕。西北甲烂，38岁还这样子玩？哎，梁九哥，38岁你也这样玩呢、啊？哦，38岁还可以做保德费，可以没问题。83岁都做给你看了、啊，可以。要我的手指还可以动，手指还可以动。
像是我肤浅了，我的动作肤浅了，有年龄限制。看有机会的话，再去下有什么地方，再练习练习一下，将自己的胆量。咦，虽然是很安全，不过还是感觉很恐怖。好了，现在等出去这边，出去了这边，然后去找东西吃。现在差不多是11点，耶 ，Let's go， 回去找东西吃 ，See you。Go。来，今天要拍摄吉尼斯纪录，双截棍 butterfly， 行走最远的男人加换手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一点难度都没有哦，没有了，我抓回来了哦。好了，我们终于走出来了，走了差不多12多公里，也就结束了今天的 vlog 了，走了3个小时多，爽累，谢谢你们的观看。 OK， 今天 vlog 到这边，谢谢你们的观看，拜拜。